2018手持水壶大盘点，现在天气转凉，不像夏天要喝那么多的水，所以手里握一小罐就 OK 了。跑步的时候，而且钥匙、手机都可以直接放在这上面。那我搜罗了这些软水壶，第一个是 UD， 拿在手上适合夜跑，为什么？反光，而且水壶是软的，喝完以后就缩成了一小点，重量72克，它可以放0.5升的水。第二个是 Nason 的，之前我们曾经推荐过它的腰包，哎，越野跑腰包做得很棒，人体工学的设计，而且可以放点小物件。接下来是 Opera 的手持水壶。 Opera 最让人熟悉的是它的背包，很轻便，250毫升，量比较小，轻巧灵活，而且置物袋可以放信用卡、放钥匙。还有如果要更小的， Nason 的另外一款手持水壶，这些都是国外的品牌，国内的品牌有吗？性价比会更好，有奥尼杰，基本上设计非常的类似，250毫升，国货。如果手机是 iPhone 7，注意4.7英寸以内的适合，iPhone 7 Plus 装不进去。如果你选用的是 Mate 20，嘿，放不进去。最后一个 Remix， 这是也是一个国内的品牌，价格非常低，几十块钱就够了，280毫升，让我们跑起来。如果你跑超过10公里，带点水吧，喝点水，跑得更健康，你说对吗？